慌忙提上来，因为车子好像坏了，他把它绑好放在这个车站的旁边，最起码这边还可以停车。我看是那就问一个小女孩，哎，小女孩，请问一下，他在天津街，你知不知道那辆脚踏车是？知道啊，那是我爸爸，他有打气筒。我讲爸爸，爸爸，因为他轮胎没气，他不叫叶师傅帮他修嘛。你等一下，我就叫他哦。这小女孩站起来，差不多十岁左右啊。你看，看看他旁边，如果有脚踏车，那当然就有打气筒。那里面有一位站长，戴了一顶圆形帽，上面帽檐是红色。我的轮胎没气了，你有打气筒吗？应该有，我去找看看。这个留着一撇胡子，土耳其人大部分都是留着胡子，上眼就是嘴唇的上方，然后左脑袋打气筒，这个现在里面就为他打气。跟妈妈叫叶师傅去处理。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处理好。你再不够的。够了够了，我不行，不行，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再来。希望再可以留师傅。这活塞不是很顺啊，所以打的并不是很顺利啊。但是，爸爸再见了，再见，宝贝女儿，他女儿离开了。我在这里留师傅。你住在这地方离这很远吗？我有点远，我们在郊区。这个站长继续打气，装好了，离开，妈妈就开着这辆三轮车离开，站长就目送着他离开。一辆火车刚好停了下来，这时候已经回家了，但开始在打字。妈妈从外面叫着：“岳师傅，岳师傅。”这师傅也不太搭理，因为他是忙着打字。我改天要拿打字机扎他的头，那边叫他他都不回答。所以母子关系里面就似乎有一点糟糕啊。他把一块一块的，然后那白色好像豆腐，它是硬的。这应该是乳酪啊，我把它放在里面。你还是没去修机车。今天轮胎又没气了，你不回答我，你不发牢骚。好，终于麻烦完以后，一个很大的塑胶桶，再把这个盖子盖好。有时候才不理他妈妈呢，继续打他的字。这妈妈这个火大，有时候我快过来，有一条蛇啊！在琉璃台下面，就是让男孩子啊要勇敢一点，所以他下去就来找这一条蛇。几米的？很大吗？哇，很大！我敢，好夸张，这里才有什么大蛇？小心点，那种蛇是有毒的。什么颜色？我哪知道，可能不是灰色的。叫卡莫来帮忙好了，这么晚要睡了。对了，有点睡，那你别待在那里出来。明天一大早就找他了，把门关好，不要让他再跑了。拿什么毛巾的塞在那个门缝，要光站在那里。你去睡了，我来处理好了。到底有没有一条蛇呢？这也是很暧昧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一片丘陵地是可以远眺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处才有高山。不过这辆三轮机车里面就在这么难行的这个路途上面里面慢慢开上来，显得有一点吃力了。在半途停下来，这风景里面非常漂亮，风是田野，下面比较平坦的地方就是田，然后在一个山坡，一个弧形的一个山坡上面，里面有一棵树，
这时候骑着那辆机车，他没办法爬上来，所以他就把它停在下面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然后用走的走上来。有一棵树，就单独的一棵树，在这树的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这时候就是朝那个人走去的。然后那个人到底在干嘛呢？躺下来。趴在地上，听着地上，他说：“你听见了吗？”水是什么？水。趴在地上可以听到水的声音。好，因为他这个人，这个约瑟夫呢，他坐在树下。从这些长辈当中里面，当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着这个，就是他认识很少的人，认识的很少的人，其中之一。然后他跪下来，在干嘛？在祈祷，非常虔诚的教徒。时间到了，佛教徒那就得祈祷。那不管是在山上、在山下、在哪里，能够跪下来祈祷。现在回到里面来，家里面来。这厨房，那时候端了一股锅子，那很烫啊，他用两个毛巾，提着两把，牛奶煮好，就是上次呢把一条蛇拿出来这个，还是一样，在牛奶当中里面放置了一个什么，一个符咒啊，牛奶当中里面，然后进到这个厨房里面，这个方法连他也可以驱死。上次不是从一个女人的嘴巴里面，就肚子里面驱走一条蛇，现在厨房那就比较简单。然后左看右看，把一个符咒里面放入一个煮开的牛奶，然后这样就可以施法。这施法很奇怪啊，然后左看右看。然后好像真的发现了什么，慢慢蹲下来，连地下的水都可以听得到。那当然，蛇躲在那个厨房里面，应该很快就可以逮到的。镜头都没有动，两个人都蹲下来，那我们看不到人了，不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抓到蛇。这个导演实在吝啬哦，连这镜头不让我们看，那也很懒，摄影师也很懒。镜头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失焦的，因为墙壁上它焦距里面是放在前面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看是一片模糊。已经蹲下去那么久，什么时候要站起来？观众很期待，终于起来，有时候站起来，这个表情几乎是没有什么表情。那个老人也站了起来。驱使的人，两个都没讲话。有时候回头望着老人没说什么，转身离开。有时候我又回头望望前方，我到底在想什么？